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大家请坐，谢谢。各位同学，早安。会寒未？寒到鼻鼻出来，举手看麦。小看吼，未寒迄拢骗人诶，毋通受迄条流氓政府诶教育吼，照搞白贼。我叫沙凯，哈、有人知影我的名，有人举手，真的是假的？一半啦吼。我叫沙凯，所以咱来到这，有影是咱多听到咱的郭会长演讲迄种的精神，哈、有影是咱学习的所在，非常用心，非常努力，为人。敢知影你来到这主要的目的是啥物？还阁唔知个手好唔好？有人讲是毋是来？有人讲无啦，我都无多啊。阮老爸叫我来到这，我也无啥啥。到即摆还阁有这种感受的人举手好唔好？有无？因为即摆这有一个少年啦。我会感觉讲，这少年袂歹。甲爸爸讲一句就好啊。伊讲好，对爸爸讲。到即摆。别家拢坐伫遐，为初级班到即卖高级班，我相信短短时间一定着足济足济。所以你即边仔站起来来鼓励一下好唔好？来，就是恁两个啊。阿姐，你看这因囝单纯，我讲是安怎？恁爸爸逼你来无？无啦。我爸讲无，伊讲刚讲一句尔，行对我行，伊就来啊。来的时头一天可能小可无啥啥，第二天讲袂歹呢，所以这回家唔是爸爸逼的嘛吼，该主动来啊嘛，吼、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唔忙，所以咱家己的子孙吼会当来到家学习。最主要今仔日是虾米班？高级班，高级班了要安怎？啊？高级班了了，那要做田？啊？做官？有想要做官的举手。我说你有要做官哦？要做啥？无做官变变做变做啥？啊，做官吼，伊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伊讲的啊。咱大家拢爱准备，先来准备。我甲伊讲，早期第一期到吼、哦，你看偌久啊？第几期？即马第几期？高级班24期。早起初级班第一期来到这，无多啊！我是想讲，无多啊，无伊啊。啊，暗下咱们暗下会寒未？也阁有棉被对不对？甚至呢，摕边啊棉被摕来盖盖两顶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有感觉烧无？到一期无棉被呢，阁比即马较冷呢，风阁簌簌叫呢，应该放个足好个，簌原来簌簌叫呢。好寒到安尼变变错，了后呢，当心呢，查某个查某就是安尼，三四个安尼安尼，好退休，安尼过呢。顶冠，迄是啥物？电风扇，哦，以前也无呢，边啊冷气也无。经过节节过程，经过节节痛苦，经过节节努力，当初也阁无目标，在做诶。有目标无？时间表摆出来了没有？有无？要执政的时间要到，对不对？知影举手。我向你介绍你的人有甲伊讲，要到啊，要到啊。迄当年、两年、三年来，拢无人知。迄当阵付出出钱出力，会当讲迄时足戆的。但是走到今嘛，伊回头看伊家己的脚步，伊会家己感动，老法师一个好家在。当年我有付出，好家在。当年我有努力，好家在。当年虽然讲无这种遐尼好的环境，我嘛安尼忍，忍到今仔日，看到时间到啊，看到人愈来愈济啊，看到迄脚步声渐渐到咱遮来。所以这种的感动，让人做这种的一种时刻。咱来到这，准备要做啥？要做主管，
一起主管。所以咱这边咱是上，有滴骂虾米人？无一流氓政府是虾米？被拆拆啦！哦，拢是这样骂，咱足够骂对不对？好，机会来啊！你即摆要做官，看做会比较好无？到时我甲你讲，骂毋是恁，是因滴骂哩，恁这哦被拆。当初阮做啊，比恁较好，所以咱爱去思考，咱努力进前的人，遐努力打拼，来到遮，互伊造成即种的环境，互你有即种学习的所在，好，会当遮啊，读这法理论述。为什么强调法理论述？有人知无？为什么？啊？嗯？嗯，嗯，明白。还有没有？确认我们的地位。还有没有？年轻的，后面那两对，一对年轻的，昨天睡了六星级饭店，有像六星级吗？他说算了吧，这一星期都不到。好，这个付出回头你就值得，因为你的儿孙对你说好感在，那天爸爸妈妈，你就是有去。无今仔日我足悲哀，你敢知影？所以每一件我们所选择的一件事情，或许当下你可能不太喜欢，或许当下你还是一个满了误解，但是你回头看了之后，你个好佳哉！后面阮阿姐甲我讲的，我听会得老高讲。所以今仔日高级班料，唔是都 OK 啊？高级班料，难度爱高安怎？该努力的经，为什么？非常时期到了，因为你想得着的这个政权已经在你的手里了。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借口；从此以后，你不再有任何的理由说“因为我不知道”，说“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来到这里，让我们不偏不倚。为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新台湾论。多兰讲的法理，它是一个依据。我们不是凭空，我们是有根据的。我们根据万国公法、战争法、旧金山合约，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看整个台湾间隔台湾主管的问题。要间隔台湾主管的问题，那是讲无法理，我来讲，拢用感情。啊，拢用这种安尼，不明不白的这个行动力的付出，后悔到今嘛，我相信在者，以前也是努力，对不对？为了台湾努力，是不是安尼？啊，对的讲，哦，有一个人话讲，台湾呐、啊，咱是台湾人，大家都讲一结果对，有讲对一个手，我跟你两个鸟，咱其他拢无，你讲唔对，安尼是不是？还是讲中华民国安尼？我要足济对不对？担心，咱的努力到不一样，让你失望。但今仔日何家在？你边仔的人何家在？你楼顶的人何家在？你的亲戚朋友，甲你讲这种的论述。但你来到家头一点钟，你可能无啥啥。到今仔日也阁无啥啥，有人举手？应该无啊嘛吼？应该无。非常用心，这就是讲开启那一扇门，给你看到根据法理的一扇门，内容非常丰富，有你有我，过得怎么未来美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让我们的儿孙不再忧虑的生活，这是下面人创造的，不是一个人创造，是咱大家努力的结果。所以今天来到这，我是讲利用这种心哈。这种的状况，咱来了解，咱来了解什么叫做台湾主权历史的脉络。啊，我们一个主权，那一公不清楚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状况，该行的给那些台湾这些问题，政府欧北部不搞不要，你也别当没没准没，他也是无感，对不对？每家那臭头伊嘛是无感，伊嘛想回安话有吗？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因为我把你当人看，对不对？这种逻辑
这种的思维，甘是人应该有的一个格。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感觉讲哦，这个没有人格，这个没有人性，啊，没有人格，没有人性，完全丧失应有生命的尊严，他就失格，就是无感。一个无感的人，你知道吗？躺在那边，喂，你喊他没有感觉，踢他他也没有感觉，那就叫什么？失去生命，对不对？没有生命，他就是无感。他对人没有生命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失去了人应有的生命的格调。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开启我们内心的世界，重新调整咱家己，然后换一个角度，多元角度来去探讨。今日来到家，为什么为头个位一再谈的这一个法理？因为只有法理能够解决台湾一切的问题，没有法理，台湾根本没有光。法理从林志深博士，我们的秘书长，将这个战争法新台湾论带进了台湾，那个曙光就进来了。那个曙光一在黑暗的里面慢慢慢慢的散光出来之后呢，黑暗会怎么样？渐进渐进的怎么样离开了。但是没那么紧呢，有的人说，阿公不当了，你说里面都哦，很简单啊，你用什么你敢知？我们用白色的油漆啊，你后面抹抹一两冬啊，阿公是怎样？白色的油漆这样抹也是哦，原因在哪？油漆没办法产生光嘛，唯有那个曙光，那叫新台湾论进到了这里，那一盏曙光站慢慢慢慢慢慢的从这黑暗慢慢慢慢的离开淡了。所以光明曙光在你我的手里，我们更应该要用心，更应该要努力去看见这个事实，这个事实究竟能够引进以及引导或是改变我们怎么样去重新的拟定台湾主权的地位。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三天来用心的啊，才能产生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今天谈到了说台湾主权历史的脉络，我们必须要有凭有据。那如果说没有凭没有据的话，我相信你讲到几十点钟都不好过，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清楚明白台湾主权历史的脉络。每一个地方人的结构也是同样，但是当我们的血液循环有一个地方主就是变成塌掉肝没通，它会产生什么不健康的一个情绪嘛，对不对？人就不舒服，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然咱台湾赶快呢，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正常循环的脉络，使得人民存在处在什么政治的另一中嘛，对不对？老欧啊一个月多少，咱的爸爸妈妈一个月多少，对，为什么赶快呢？住在台湾人为什么有这种的待遇，不同样的待遇，这就是我们属科的所在。所以脉络一定要先，一定有问题嘛，绝对是有问题嘛。这问题在哪？我说这问题六七十年我也努力去过，也是同样的，回到原点，怎么走来走去也在这里，我就能解决懊恼，对不对？今天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是何家在，你是有头脑的人，宣读宣开新台湾论，然后掀开耳朵听楼上楼下的人说，了解说啊，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很简单，你去上课。来到这我们慢慢的了解，但是听还不够，我们还要把证据拿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慢慢的来配彼此哈，来勉励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领土主权跟历史或是种族因素没有任何的关系。台湾的主权问题是什么关系最重要？我们必须要真正有关法理应该是什么呢？台湾必须跟法理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哪些呢？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跟万国公法以及战争法。我想这些能够记你就要好好记，因为毕竟还需要考试
哦，南极回家不啦哈，一摇那就万一要遵守啦，或者怎么样有应考的时候，你把这些整个轮廓弄清楚。所以在1894年的时候，大清与日本发生了什么战争？啊，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战败，以1895年4月10日签署什么条约？啊，简称为什么？啊，所以这个日期要记得，在1895年。 跟4月17日是签署什么条约？马关条约，你已经印落在这里，因为这是起因啊，没有前面我们没有今天呢，对不对？历史的脉络就是说，有前面的因素才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去探讨这个结果是不满、不服、不好，所以我们回溯到前面因素，这个中间是谁造成的？ 好，了解这个。所以马关条约在1895年的5月8号开始什么生效？所以呢，6月2号，日本派遣的什么台湾首都总督海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啊，自己华山，啊对，好像是记哈，以中国派的这个李鸿章之职，他们派遣到了这个地方，啊，来到哪里代表全代表这两个代表在1895年的6月2号中午的12点。 在哪里？在吉隆海外，日本的这个一个轮船，叫做鸿明丸。这完成这个船上面呢，完成了台湾澎湖让渡交割的手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手续，他们是在那个时候把台湾完全割让，做任何一个动作一定要有手续。 没有手续，没有交割，以后的一些东西都不算数，要记得哈。这边情形弄好了，因此呢，没有所谓的日本的一个确战，他就说哦，日本侵占我们呢，还是日本怎么样呢？没有这个问题，台湾的问题就成为日本的领土之后呢，日本向国际，他开始发布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什么？日本的领土，从那时候就开始，宣示台湾是日本的领土。 所以到了1895年的8月7号，日本跟西班牙决定台湾与菲律宾的群岛以巴基斯坦巴士海峡为界。但那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哈为界。所以到了1896年的1月，日本向其盟国发布台湾以什么呢？这个盟国往来的一个办法，一定要有一个游戏规则。 定定了往来的办法。到了1895年的6月2号到1896年的2月，分别两次向各国在台湾的领事哦，发表日本领有台湾澎湖，并执行其行政事务的宣示跟宣言。所以都有一句在的。 好，所以到了1895年的6月17号，日本正式在台湾行使统治权，时称为什么？执政日，执政的开始，所以到了1922年2月这个6号呢，有关太平洋日美英法意成立了5国的这个条约。 这个5国条约里面，在6月22号在华盛顿也一样签署之什么海军军备限制的条约，上面这两项啊，这个条约中的台湾澎湖是被列强明文正式的承认为日本领土，啊，日本领土，这有没有一个字是？ 捏造的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填写，或是某某人填写，它都是历史的根据在的，因为有时日时间，1941年12月7号，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结局不能压心嘛，就多哈，那你莫讲哈，压心嘛就多，海军轰炸美国珍珠港这个电影大家都有看过了哈，12月8号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谴责日本的野心。 日本人这个在那时候的演讲，他特别谴责日本。在那个时候呢，1922年的12月9号，美国国会也正式对日本宣战，也在那边宣战呢。那已经的，但是这边问题在这里哈，你要特别注意哈。问题在这里，已经被日本战败啊，然后呢逃到哪里？重庆的国民党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布啊。
不合以对日宣战书，他已经讲清楚嘛。但是蒋介石常常讲，他对日宣战呢、啊，对不对？是不是？蒋介石，所以呢，蒋介石当时他只是一个行政院长而已，行政院长他没有资格对日本发表日本宣战呢、啊，并废除马关条约。他根据什么能够宣那个废除马关条约？这不是令人好笑的地方吗？对不对？所以呢，在南京的这一个汪精卫政府，同时发表对美国、英国宣战。第一点，来了台湾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一直宣称呢、啊，所以常常蒙骗，常常就是骗你们呢、啊。啊，一直蒙骗说1937年的7月7号，这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到了1945年的10月25号，他说什么？日本在当时，其当时领土台湾投降之日，这个期间，甚至在1940年代，美国美日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只是一次。宣布废除1895年的什么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他说他们一直在这讲啊，所以由大清帝国与日本签署的马关条约，按条约是没有办法废除的。为什么？除非事先有规定，对不对？你的房子卖给我，我的房子卖给你，我们是不是写签署合同？合同内容说，万一甲方不在3个月以内，而若发现有些异议或是问题，可以提出，是不是这个内容里面要写清楚？赶快呢，交接交割都必须要写清楚啊！若没有写，他凭什么？根据什么来去废除？他又不是一个总统啊，他只不过是行政院长，对不对？他们无资格，也没有办法去宣，但是他对我们台湾的这些人民，却是用这种手段来欺压跟欺骗。我们今天应该清楚，所以继国际条约的基本的理念啊，我们必须要讲的啊，基本的理念，那维持国际间的这个秩序之必要性啊，这个条约并不允许单方面来解除啊。刚才我讲了，不可能是甲方就解除，我要废除就废除了，不行啊。或许说单方面来废除，除非在签约之前双方。这种可以单方面废除的条文铭记在条约之内，对不对？铭记在这里才可以啊。所以马关条约是一个由大清帝国与日本国所共同签约的，不是谁另外一个那个的哈。其中并没有任何的威迫日本天皇或者威胁大清天皇非啊签约不可的这个记录，没有记载，没有威迫，对不对？没有威胁，在条约的内容也没有条文文明文记载，所以可以由大清政府或者继承的中国政府得以单方面的解除这条约或者方式。因此，有关中国这个政府所宣布的，中国在1930年或1940年代多次的宣布废除马关条约。这个声明，这个论述根本没有什么法理的基础，有没有？没有法理的基础，我别来呀、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退一万步说了，好，退一万步说，纵然呢，中国政府它可以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单方面的废除什么马关条约。但也不可能会影响台湾与澎湖被割让给日本天皇的事实，对不对？就算说他文字上都可以改，但是这个事实他能改吗？没有办法嘛。所以毫无疑问的，台湾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因为在国际法中已经表明，明确的表明了。所以呢，第五个，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其中有一关有关指定赔偿。因为这些有赔偿金的方面，指定赔偿领土的割让跟这个债权跟债务的承受等等，这一旦该这个条约生效，就算说已经完成了法理的手续啊，因此日后纵然有一方啊，他按着这个其中特定的条约来解决啊，来解决这个他条约，那实务上在实务上并不影响
赔偿金或领土的归还。不管你怎么去弄，它不影响啊这个好、啊、或者这个债务的解除，除非双方另改订定，或者呢新订个新的条约，对不对？新订个新的条约才规范以后企图改变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身为一个即将成为台湾民政府的一级主管，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论述一定要清清楚楚啊，否则在中间一个利益一个某种情形会左右你，你的定位一偏一差你就完蛋。同样我们在执政任何一个事情也都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文规定啊，依法行政，这是流亡政府常常说的了。但是他那个依法这个叫乱法行政啊，恶法跟乱法行政，滥法行政啊。那我们现在不喜有不容不容有这些的一个状况在。事实上在1952年流亡政府流亡中华民国确实以旧金山和平条约26之规定，规定什么？与日本签署了什么条约？他们也做了，对不对？而这个条约内容并没有提到废除两个字啊。啊，日瓦条约、台北条约、马关条约这件事情，更何况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1条已经名列为战后中国应该得到的好处，其中并没有提到什么台湾澎湖，是不是？越来越明显嘛，越来越清楚嘛，台湾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今天为难共，哎，到底美国美军到底在不在台湾呢、啊？哦，你怎么知道？台湾主说，哦，真的、啊，那不是都是染头发的吗？哦，前辈服啊，不是染头发的，不是啊，是美军啊。你看，从台湾的这个主权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啊，美国肩负之下，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没啦，我没看到啊。像咱同性讲，我有看到，我有看到牙签。刚才你一个人呀，啊，我来讲就是有，对，就是有啦。啊，我没有否定你的那想法，有啊。啊，长滨那边呢，你去看李平头的，啊，不一定穿那个军服啦，没啦，啊，非常多啦。所以说，台湾。在这个地方主权历史的脉络里面，直到今天我们看见美国仍然是仍然是肩负我们这个台湾。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台湾的领土，那这个台湾的领土1945年9月19号这个现在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历史的脉络。那现在我们看看美国的他这边你看情报的解密档案里面，美国真的是你从他的解密档案慢慢去了解一下，中国人与生意人勾结来洗劫当地人民存货，造成生活水准高于中国许多倍的福尔摩沙是谁？福尔摩沙是谁？台湾嘛，高于中国的福尔摩沙，台湾对不对？叫台湾经济萧条，80%之人民对中国占领非常什么愤怒嘛？啊，有人要做中国人也请我看麦。对不对？愤怒，对不对？所以希望美国人而非英国人能够在撤离这个战路之前呢可以将台北附近与南部之中之间中国人一并怎么样撤走。这就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心里面的一个梦，好，一种观，一定要将这挂出来，才能开当解决台湾的问题。但是可惜这些人利用这还是赋予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民进党，赋予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台联党，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建国党，都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框框内嘛。对，因为他有一个利益啊，你今天叫他来这里他放不下，恨不得一来就收收啊，不要他来，何解在咱这巧，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些文题之后，到了这里，里面说到1945年9月21号到26号之间，
无日期之美国情报哈解密档案里面，我都是啊，也都是这些哈。很少台湾人 Formosa 愿意让中国统治，有吗？在座的有没有？比如那个我们的最年轻的，你是不是希望让中国统治？现在很多年轻人到中国去了呢，他说哇那边怎么样哎，对不对？啊，有没有愿意？很多台湾人不愿意让中国统治，对不对？啊，他们想要第一个选择是什么？日本。啊，以早期我细汉的时候，听到我老人哦，我都想讲，你红都求一个很多的意义哦。哪里个？啊，可爱呢？你红的学习我很多求一个意，学习我给他教大家。他讲到这里，他说以前你红那都给你。他说台以前在日治时代的时候，那个非常生活非常安静哎，暗下困，堂啊开开，啊不然被偷，对不对？起码咱铁那些啥，我们铁网弄下去还是会有人捡呢，是不是呢？这不够不赶快的所在，所以呢，他们想第一个选择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那我们可以成为美国的51州吗？不可能。昨天不是秘书长在讲吗？愿意做51州的举手。啊对，人不可能嘛哈，所以在这个短期之间的中国占领之后，佛罗摩萨的人会要求自治，然后即使日本或者第二个选择美国之下半自治的状态，有没有可能？所以瑰典爱瑰典，把完成了这个回到了战争时期的瑰典，然后我们效忠这个天皇之后再回来，可能是联邦，可能是自治，不一定，对不对？这是咱爱努力跨结果了。啊，南博一种没有这样努力，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希望。所以美国情报解密档案里面，我现在讲的是说，就美国的角度，他的对台湾的认知，其实他非常清楚，因为始终拥有是谁，美国人呐、啊，荷兰台湾阿尼玛是美国人啊，是吗？所以他非常清楚，在福摩斯似乎呈现以前被美国承认为日本领土的特殊的情形。好，以国际法来看，台湾认为日本的领土，但将认为日本的领土，直到以正式的条约将主权给予其他的国家。那美国情报局就说，1949年3月14号的报告，台湾可能在台湾可能之发展啊，他也说到了。所以就法理来讲，我们就法理来讲，台湾并非中华民国之一部分，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一个就。并非，哈、哦，台湾哇，台湾，九国哇，九国，人人 conquer nine， 对不对？啊，安条有无？好，人人 conquer nine，conquer 阿伦的几多？亚丘，无嘛？人人 conquer nine，、啊、我们讲一次来，人人 conquer nine， 啊，台湾的九国，人人 conquer nine， 来摸一开，台湾的九国。人人 conquer nine 无关系的，啊，人人 conquer nine， 所以在台湾有强烈赞成自治的情绪，但因这个本土台湾人和国民政府利益的冲突，所以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民进党，哦，他还拿着光复台湾呢、啊，口里的是他是流亡政府，他还觉得说光复台湾。我们等一下再看图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无论美国走哪一条路，他不可能避免招致中国国民党或者台湾人敌意，啊，所以每一方面怨愤阻挡美国另一方面的任何支持台湾党啊，这种怨愤，美国默许国民党控制台湾，这是美国默许。为什么敌对了60-70年呢？为什么？对啊，他只是利用来去治那个共产党啊。对不对？所以难得是因此啊，它是一个刚刚好巧合哦，对对啊，它是为了制衡而已。所以这一些动作都是美国哈、啊，所以呢，明确国民党会将迫使台湾人向这个阻挡，还是也不让台湾人向共产党，就有这样的一个伎俩。在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人对台湾人渴望自治之支持，就需要从国民党的政权接管什么？权力啊，美国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把这个权力交给台湾本土台湾人，
安尼可以解决台湾的代志。所以，如果美国的这个计划朝确保台湾的安定和台湾的满意度，以及满足台湾人赞成自治情绪，是发展将发展出有利益的回应跟回响，啊、哦，回响。所以，将台湾的经济自中国大陆分离而转向日本，在目前的状况下，很可能台湾、日本及美国都有利益在。都有利益在，所以呢，上面所报告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1949年的3月14号，啊，那个时候的一个看法。然而，在其他适用于中国这个中国国共政府2009年6月29签署的经济合作是什么？我告诉你，埃古法对台湾好不好？国共和解。埃古法。就是把我们卖掉，所以呢，美国也紧张，也我们也要感谢这个 ECFA， 你看不在台湾民族，对，那和解了以后，我们才有今天的机会呢。美国也急，我们也刚好开始起来，两个接轨，所以有很多不利的环境，不见得是不好，也有的是有利的环境，不见得是好。你但是问题是，当下的你该如何去判断？今天雷老告诉马西刚宽，你如何判断这个趋势的演变？你要用思考，然后从法理的根据来去解释解剖。所以从那个之后，台湾目前的处境啊、我们目前开始要恢复日本国籍之法理的依据在，我们根据什么？对不对？国际法。所以台湾是谁的？现在台湾的这个土地，这块土地是谁的？日皇的。有没有人说日本的？日本的几首？没有，通通有，你还不隆冬？你说日本的吗？是日本天皇的，不是日本新日本国。阿里哇，日本天皇陛下の，啊，あの新あの日本国じゃない，新日本国国だね，那是不是的。所以这个情形一定要弄清楚哈，我们要恢复日本国籍，就是日本天皇大帝国主义的日本天皇的那个国籍。所以台湾人民哈，你要知道有关法理台湾政府运作，我们在2011年的4月28号的时候，我们到日本交流协会，我们也到美国在台协会澄清，我们澄清，我们必须要做那个动作，以前都是这样子做那个动作，为什么？表明说明，要他们转达哈，所以。有这个必要性，所以本土台湾有立场请日本之交流协会向他们的法务大臣，啊，传达恢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之法理的根据，我们才有做这个行动呢。今天你们到这里，我们到日本去，天皇的那个对，那边状况为什么我们可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拿旗？都有因素的呢。前面的动作你不能忽略掉。我们前面就是有做这个动作，所以在这个根据之下，由例如由国民效忠的义务内涵浮生国民对国家应有啊，应该去接受什么教义、征税以及征兵，这个是一个万国公法中的三大法啊，三大法，这个是天赋不可遗传的，这个不可能遗传的，不可能移转的啊，这是事实，也不能挪掉的。这是当我们国民的义务呢，啊，所以移转国民其对国家之肩负效忠义务是非法的，把这个义务指责跟义务，我把你挪去应有的权益，这是非法的，啊，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呢，这个旧金山合约里面，日本政府依旧旧金山和平条约二 B 是必须放弃对台湾，这是什么？来，这是什么？非可以什么？遗传主权的权利，那就是一个管辖权嘛，不是，啊、哦，不是应有的。然后你现在目前将他拥有的把它移转，这是不可以的。好、哦，所以到了1952年的8月5号，因日华台北这个合约生效，相对剥夺了原本具有什么日本国民身份之台湾住民。台湾住民是谁？就是本土台湾人嘛，哈，对日本啊非天赋可以移转国民的权益，
啊，这个所以呢，到了这个台湾著名在1945年4月1号，重点在这里啊、哦。因日本明治宪法之完整哈、哦、完整实施以台全台湾呢，不是局部分的，是全台湾成为正式之日本国民之后，啊，其对日本之天赋不可移转国民义务，在中国之名政权占领的这一个期间，并不可被废除而被什么？ 闲置在那里，啊，这个自如有这一个残存国籍的这一个意思在，所以呢，日本政府在以中华民国人民这个共和国政府在1972年的9月29号签署日中共同声明，是怎么样废除日华台北合约？日本政府已经不再有，这边哈、哦、记得哈、哦，不再有将台湾人。 当作中国人的什么法言在的，不再有了，我们有法言了，对不对？啊，我们清楚我们的立场。所以美国地方法院判决2008年3月18号判决，原告本质上是无国之民，我们是无国籍的，我们是有国籍的吗？没有国籍，啊，已经将近几年六七十年，对不对？六七十年。 所以呢，台湾真相的结论，我们来看一下。由美国方面的一个密切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当局正式怎么样？他正式混淆了台湾地位的始终拥者，就是他，这是为他的个人的利益。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方面啊，之迷失。 啊，自迷失，将法理身份为日本国民之 Formosa， 我们这些后裔啊，台湾的住民当作为什么中国人，是他们呢？啊，他也把我们当成为中国人，对不对？将台湾战争之这个日本当作为中国战区，是中国台湾。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这些日本在1945年11号将台湾编入为其国土之一部分后。 啊，曾经我们看哦，曾经参与太平洋战争中的菲律宾战役，其琉球战役是美国陆军，啊，第五航空队，啊，第五航空队哦，是接受太平洋战区麦克瑟的将军，而不是接受中国战区魏德曼将军的指挥嘛，是不是？太平洋战区。 这边有两个不同的，所以在1945年的5月31号，自菲律宾啊苏格比湾基地起飞来执行对日本台湾哦台北地区的轰炸的任务，日本台湾十分明确是太平洋战区，而非中国战区，所以关系不一样，一定要去厘清它的那个脉络。 所以以政治的考量来处理台湾的问题，而无视台湾的法理归属，是政治啊、政治面而言，由前面韩战会议记录也可以知道，美国并没有排斥让台湾回归什么日本主权的可能性，他并没有排除啊，所以就法理而言，美国在万国公法架构内，它是依照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B。 让台湾恢复日本主权下自治区之本来面目是完全什么正当性的，没有扭曲，是正当的啊、哦。所以纵容中国方面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呢，错将占领日本台湾当作为什么光复中国台湾？以前有那个光复节的时候，有拿那个油灯，然后唱光复歌的。 光复节歌的人几首？你也有，看起来很像18岁，你也有，有啊、哦。那你怎么保养？啊，你火把，你还会唱那个歌吗？忘了，还会唱几首？以前啊，咱细汉的时候，对不对？你火把油灯火把，看起来很足荣耀吼。 哎，用感觉呢，吼，吼，哎，就是被欺负、被蒙骗了，给欺骗了，我们还觉得，嗯，我呢就是，哦，看到油灯啊呢，哦，哎，当年哈，少年人可能无感觉了，哈，哎，少年讲啊，那是恁老人的代志，啊，我今麦无必用嘿，我用灯火，哎，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啊，就是光复中国台湾，进而将错什么就错。
这个他根本不需要借着这个战争法来成立台湾民政府，然后第二个呢，他将我们这个台湾的后裔啊遣返到日本，遣返到日本，然后中国占领去当取治理台湾的三步骤，他怎么说呢？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他将本土台湾视为什么？然后呢？啊，掠夺什么？迫害，你是日本人。 他去强迫你掠夺你迫害你，那第二个到中期的时候呢，他将本土台湾当做什么？然后呢，方便怎么样？就干的对不对？哦，把你当成中国人，然后再来统治你洗脑啊、哦！我们都是中国人哦，21世纪是中国人的时代，啊，拢北插流亡政府对不对？那后期呢，将流亡政府当做什么？台湾人，起码。 刚我的讲中华民国以前都，阮台湾人，阮食台湾米啊，啊，啉台湾水，对不对？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那创造什么模糊？这是他们的策略啊！我们年轻人更应该要清楚，我们不是片面说污蔑他人的话，我们是有凭有据的，对不对？所以，在美国当局主观以及误认所造成之台湾地位的错乱啊，导致日本土台湾人。 苦难呐、啊，苦难呐、啊！啊，这种苦难，可能你们没办法直接的感受。我是想用这条歌来唱，咱的老人三四点起来的人也唱，会知是啊，有那个习惯的。然后去公园，公园练气功的人也唱，有无？拢无，哦，有哦。 哦，咱你拢是伫遐困到12点嘛？自然醒嘛？我跟你讲，到15点你就到，去迄个路旁边有人安怎桥倒摆，还是拖迄个三轮车吼？捡虾米？你敢知？捡纸板啊，纸板啊，酒干呐？啊，你看，你爱了解，酒干呐，看袂无。 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这啥物人？台湾人呢？老外敢有？老外敢有？你一个月偌济？万八，一翘脚、翘脚，也安那湿地。对啊，对。啊，恁有无？恁有无？ 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嘿，台湾人呢？咱所讲的啊，台湾本土人苦难，你有感受到无？好佳哉，今仔日台湾民政府的成立。 你未来的行行顺顺，拢会改变，拢会改革，是因为你的努力，你的拍拼，你袂当过来遮怀疑，你无资格怀疑，为什么？我们有凭有据的摆在眼前，你要用你家己的智慧来去探讨、了解整个的问题。所以，美国支持台湾政府的这一个现实，这个实现自治，就是因从中国之名。 政权接管开始嘛，啊，我们接管治理之后，在适当的时机移交给谁？移交给谁？就是我们嘛，对不对？啊，移交给你，这是美国爱做的代志啊。所以为啥个会拢是美国甲咱指导，要安怎做，要安怎来，要安怎去，要安怎做？所以我们是听话照做耶。所以为什么我的车牌红色到今嘛？ 无人兼，无人迄、那、落、個，开红单，总共要开迄，就是白目，结果不开了，有一摆阮高阳兄，开开，到尾啊，红单唔敢收，迄落红牌也唔敢收，送到迄落啥监理所，监理所，哎、欸，这我袂收，结果个倒来，倒到警察遐，警察佫唔知要安怎处理，佫较电话讲，哎、欸，麻烦你会当来遮一下好唔好？啊，华联你平时警察家己亲自到因兜那边送迄落红牌。 为什么？哎、欸，对啊，美国对不对？
美军政府，所以呢，南京嘛变形工，收回台籍东西，美国给为，以变形工是安怎安尼做，我晓得你讲，好、哦、是安怎，会当安尼做，所以在这里，日本目前被中国殖民地所占领之台湾，啊、尚保有天赋不可，啊、移转主权的义务，因为啊、这个残存主权，而本土台湾人则尚保有天赋不可移转国民的义务，以为。 残存国籍，哈，以为残存国籍。那今天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哎，在像例如了哈，我们这回家，咱三一一，咱是不是足济人，台湾人拢捐钱去，哈，咱为这角度来看，哈，那就这个赈灾而言呢，中华台北政府体制内任何名义捐款，既是什么呀，邻国日本的。 人道考量，对不对？那么是爱天吉来帮助，是不是呢？它是人道考量。那相对的，台湾民政府体制内任何名义的捐助，则除了基于人道考量以外，还有什么？上对母国日本是怎么样？残存的效忠啊。我们这个两种的意义相不相同？不一样啊，对不对？人道考量，但是我们对母国。 那感情、那个情节是没有办法废除的，好，所以充分的证据，美国以国际法来处理台湾，致使台湾人长期沦于政治的另一种，解铃人，解铃人是什么？西陵人，所以美国应该以法恢复台湾正常地位，还台湾的公道，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加速完成美国的要求。 完成美国的要求什么？来接受什么？高级班的训练，对不对？现在还有几位？我们还要加了700。为什么？中间有中途背叛的人，挪掉差不多700的，虽然按永兴努力拍拼这里，好、哦，咱今嘛变成功努力拍拼完成这4000的，我告诉你，美国没有话讲，对不对？ 美国讲你到4000的，到起码要不要迄个三档安尼？是不是？所以台湾人不努台湾人闹来对啊，拢整晒。讲起晒毒啦。对啊，所以讲咱要努力，好唔好？起码要过700的人，咱不努力。哦，比如就讲六月，哦，国安，还有国安，起码安排什么人要来接？对啊，表明什么？ 很明显的嘛，今天我们是尽快把月底下个月最哈、哦、上班熬个月，总结4700的人做成的时，我甲伊讲，速度足紧的啦，免大家六月份啦，是不是安尼？啊、哦，依据对啊，但是讲，所以讲要看恁啦，咱看咱啦，我若是讲月底马上700的，700的报道，美国时间人是说哦，4000的拢到啊。 伊马上来做啦，埃克法签了，伊紧张，比咱较紧张啦，你敢知？所以咱这边只爱个努力拍拼。你看，即马人数安尼敢有够？伊来增加，或一摸摸，一半两摆，无免讲超过一个月，都完成这700的人啊嘛。所以咱爱个增加努力，好唔好？好、哦，为了安尼咱台湾的，为了咱的子孙，咱一定爱这种的。所以其中第二个，过去未定，现在未定，因为领土的移转，必须正式国际和。 和平条约的根据为根据了哈，美国与日本对于台湾主权的归属所采取的立场，也是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啊，这个我们是根据这方面来定的。所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个地方，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了哈。今天咱来看下嘛，咱的家己正式的脉络啊，两这个一国两区是什么？ 这是安怎？偏南的拢红红嘛，偏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什么？用西藏那种模式嘛。对，然后这是美国占领什么？台湾这个轮廓你们必须要清楚。好、哦，中华台北是什么人合的？对对，国家它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嘛。
哦，他是中华流亡在哪里？台北，简称为中华台北，叫中国民难民流亡区嘛，啊、哦，对不对？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这个轮廓一定要弄清楚。啊、哦，日本天皇建设台湾已经很清楚说明了，1937年依照万国公法实施皇民化，实施皇民化。1941年12月7号。 大日本帝国向美国宣战大东亚什么战争？1945年4月，台湾澎湖地区全面实施什么帝国？从此以后，依照国际万国公法，台湾澎湖脱离了什么殖民，正式编入了大日本帝国国土。好，所以日本享有人民享有大日本帝国的参政权。 享有参战权，啊、为大日本帝国合法的为台湾合法的公民，这个有历史在。台湾显出在那个时候显出大日本帝国的一员，那习炳跟简郎山啊、然后李宪堂这三个人。那个年号好像写错了吧？哪里？1945年4月1号，台湾澎湖地区全面实施大日本，那时候他不是战败了吗？对啊。 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时候在台湾澎湖地区全面实施啊，啊、哦，还没有，高位决定，好、哦，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全面实，我们今天是宪法的实施是在这个日期推动实施，哈、哦，所以实际，对对，没有多久，哈、哦，所以你看看连这个是这个你们熟悉吗？ 毛泽东，原来他的定论书里面，中共的这个周恩来也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什么国际法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周恩来告知美啊、这个白宫国安顾问声称提醒他，提醒什么？1895年的5月8号，大清大皇帝已经将台湾周边的群岛澎湖永远割让。 给大日本帝国，直到今天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知道啊，对不对？但在中国这个中共的南京外事办公室主任也要求美国大使馆公开台湾岛是未定论述，未定，对不对？未定论。然后呢，你看周恩来同城也是要求美国总统承认结束台湾占领岛。 的时候不会允许日本光复失地，好、哦，然后也不允许台湾独立运动。由于美国推动的发展，仍希望美国阻止台湾日本共荣邦联产生，这个呢就是我们将来的目标。啊、哦，邦联共荣还不知道，他也知道，嗯，他不要让台湾回归日本，不要让台湾成为。 啊，这共荣啊，邦联的这一个状况，他清楚啊，是不是提醒美国？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希望美国不要再公开了，不能够公开呀、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有很多，所以在未定啊，未签订对日合约前1946年1月12号，啊，擅自把日本台湾的这种国籍集体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籍，违反了什么？ 国际法还这个还要公约以及日内瓦公约，那就是说暂时就是说军事占领不得怎么样改变占领地的主权，这一定要清楚哈、哦。占领了不得一专嘛，哦不敢不能改变人民的国籍，在国际战争法及国际法里面来讲啊、哦，国籍哈、哦、里面说的很清楚，所以联邦这个鲍威尔也在说嘛。 在2004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嘛？是公开嘛？对不对？公开说明了，我们还在那边，我们还在那边弄的那些，搞得还都不傻傻，可怜的台湾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再看看1950年3月13号，阳明山庄革命这个实践研究院啊，就该就哈。 对这个中国这个国民党他文武百官在演讲的那一天呢、啊，他演讲的那一天呢、啊，他说父之使命啊，以目的。蒋介石说，我们中华民国到去年1949年。
终究随大陆沦这个沦陷而灭亡了。你敢怎样？早期你捌有听到无？三民主义统一什么？最后我们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吗？但是你注意听一下哈，下面人的主义、海义。 海岸统一宣言，四个言。三民主义是讲下面人的主义嘛，你下面家己的考调拢安尼。下面人的主义，海岸统一宣言，伊是毋是足早的安尼宣布伊家己杀的死嘛？这毋是我讲的呢，伊家己讲的啊，对不对？伊家己讲啊。 对不对？就莫免卷反民贵，到去年啊，1999年啊，这样的，然后这是蒋介石讲，所以沦亡啊，早就这样。所以今天成了亡国之名，哎，你还不感没有感觉吗？老蒋早就知道这个东西，你接没？对不对？所以啊，本土台湾人不要受骗，伊家己讲啊嘛，炸得死啊嘛。 伊甲伊宣读的三民人的主意，海硬海硬，统一新年硬，炸到叙利亚个底下破灭了啦。本土台湾人悲哀，可怜的叫无用头脑。李秀仁副总统说，现在的中华民国是第二阶段的中华民国。伊是食啥物奶？迄个吃谁的奶？还不是刘王建富新年硬的奶吗？ 所以伊嘛是讲伊是硬硬的皮嘛，伊个讲出来皮都嘛是共款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个东西已经宣了，连他自己一家的本人都攻击在台基，你还有什么中华民国？所以咱这边只警察有人讲，我们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你这个交通违法，咱的这边只的同行讲，你已经是没有中华民国，已经都无去啊！你个讲中华民国，你个你红多顶冠是不是有写中华民国？你搞讲。 伊嘛讲袂出来啊，警察嘛不啥啥，因为唔知讲哦，对，唔知变安怎回答啊，对不对？所以即摆吼，足侪警察嘛惊呢，拄到你啊，拄到咱也是惊，因为咱有一个习惯，警察来我马上翕相到安尼，该讲话伊嘛是翕我，我嘛翕伊。啊，你不要拍我啦，我是工作那个不要拍我，晓得我爱有见骨啊，所以经过遐尼济啊，各位来对，阮家己塞车，到尾啊，警察唔敢忘啦，为什么后壁是虾米人？ 对不对？不干是军政府呢，军政府啊。所以你看看，到了1950年5月8号，美国国务卿向菲律宾，那个时候他逃亡嘛，对不对？他得起来，伊嘛向那个菲律宾求救啊。菲律宾说 “No， 不接受啊，不接受。”所以他们就会安排到哪里？今天最近，OC安排到哪里？福建什么平潭岛？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咳>我们回顾控告美案，从2006年，好记得哈，11月24号，我们台湾平民叫什么名字？<咳>林志深，带来228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政府，哎，这个。 告金马来，敢有人告控告迄条啥控告美国政府的有没有？除了我们的秘书长林志深以外，还有没有？没有。你看他这个，那他的标的是台湾国际地位以台湾人权保护的诉求，按在这里，这不是这不我们不能乱讲哈，这按在这个地方啊。到了2007年1月12号。 经过审讯后，被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向法院提辩政治问题啊，迄是政治问题，唔通个，唔能够改啊，迄个政治问题啦，啊，安尼啦吼，取消告诉啦，伊讲取消告诉，但是为该院就是法院的判定驳回国务院啦，所以崇拜吼，咱即马是崇拜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啦，伊就做咱的主导啦。 因为伊嘛是捌借迄个，那这里王建富的钱嘛，对不对？所以呢，
驳回这个请求必须进行双方开始12次的攻防，这个是法院的判决，还需要继续啊，判决还需要继续。到了2008年的3月18号，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决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是什么？无国籍 ，On Taiwan 是谁 ？Of Taiwan 是谁？那个秘书长早上不是有讲吗？ 你要记得哈，我们是什么 ？People of Taiwan 是无国籍的，可以上诉。他说可以上诉，说明本土台湾人定义1945年的8月15号日时点原日本国籍之台湾人和他的后裔，啊，可以上诉的。然后拿到了3月31号原告上诉状，在华府美国联邦的上这个上诉法院，2000这个。 08的4月1号，国务院2度哦，国务院2度说啊，这个政治的问题要求这个法院哈、啊，把它驳回，要求法院驳回，但是呢，法院的判决驳回的国务院首请，再驳回掉，啊，再驳回掉，所以本案进入实质审判的程序，啊，然后到了2008年的4月7号，美国上诉高等法院受理本案，高等法院哦。 受理本案，所以这案号在这10010085078，双方开始进行12次的攻防后审判，啊，申诉判定。所以到了这个2009年的2月，法官下令召开什么庭？正面，啊，召开。 然后，原告的林志深拒领，因为他始终不领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因此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到美国去出庭，所以由这个台湾平民的陈仲谋出席辩论庭，被告的美国政府哈佛大学法律系出身的代表律师都到场，都到场，啊，都到场。到了4月7号，判决。 60年来，那现在已经是差不多67左右了哈。本土台湾人是判决无国籍，台湾人民啊、无国籍的社会承认之政府，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政治的另一种判决的结果，所以呢，可以向美国最高，然后你看，刚才是高等法院，现在是最高法院的上诉啊，哦。 最高法院，所以到了7月8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了，啊，受理本案，案号9333，说明这是本土台湾人二战后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战争征服者美国啊，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宪法提出的口述。我们从地方。 高法院在最高等法院来控告，所以到了8月6号，美国啊、本案被告的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啊，后啊，我不胜啊，放弃什么？抗辩权，啊，因为怎样就无法躲啊，啊，他就放弃了，所以说明了美国法律被告的美国政府放弃了抗辩权，表示原告。 全体本土台湾人在原审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啊，这个诉讼呢，法理这在法理的见解全属于正确的，所以国务院全部都承认。10月5号，美国联邦最高的法院啊宣布革职本案待审，啊，革职本案并不是没有就待审了啊。 所以说明政府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0、40年来诸多的形式不再抗辩，所以表示全部承认。法院要求今后要以什么呢？啊，以法正确形式，要以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规定之，好，来规定之。所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到了我们看见，我们这个7月4号，2010美国行政单位的协助之下。 台湾平民政府就开始成立了，成立在哪里？驻华盛顿 D.C. 办公室。2010年的9月8号也成立酒会，啊，酒会在 D.C. 酒店，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这些人来宾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呢，啊，是在2010年8月份第一次在四季饭店。
召开的这个国际记者会，召开的记者会，那这个是你们知道这个吗？网络上不是有看到了吗？这个是2013年9月，2013年的9月，这个是我本人这个，我们都到那边。世纪饭店这个东西，不是美国人会当去的所在，美国人入去这哈，足困难，足困难。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叫世纪饭店，迪西世纪饭店。你们召开这个记者会，你看看见我们的旗在那里什么？飘扬，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意义非常深刻。你看我们文化饭店，我们旗子在那边飘扬。哎，国际的能见度，这敢是赔偿？哎呦，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企业敢每当都要飘扬，你们要确认嘛？ 哎，这个是有名的世纪饭店，迪西，你去看乌鲁木齐世纪饭店是什么样的饭店？而既然可以把我们的旗摆在这里，这是距离世纪饭店1公里，饭店因为人数多，我们分为两批，这是高炸，那古董厝那个，我们这个是文化，那旗子摆在这里，我们这个迎接他们来宾，格言在迪西的酒会。 都非常努力，这是迪西的酒会。你看，在那里在谈论，还没在迎接开始我们事先的动作跟模拟，迎宾进来。那现在呢，我们就进来了，他们都来就开始，酒会开始，我们有欢呼，他们也会听我们的歌，我们就唱一些歌，他们跟我们配合，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了很多事实，连这个这是谁？文教宝啊，日本首相在早期2012年的时候接李明博，他怎么样？首相好，日中韩的高峰会议正式宣布钓鱼台为什么？难道他不知道吗？这历史钓鱼台从来不就是中国的？ 就不是中国的，中国总理文教宝仅称是什么核心利益，对不对？对呀，是不是？好，到了这一个的时候，白宫奥巴马也强调国际法和平来解决中南海的争议，亚洲的争议嘛，今天李登辉怎么说？李登辉总统说台湾是美国的什么？战略地，这个东森新闻里面报道，对不对？ 我们今天呢都谈一些阿扁总统，阿扁总统说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什么执行官，再证明什么？对呀，马英九是老板吗？对不对？弄不清楚，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报道。所以太平洋，这个美军太平洋司令，威拉德。 今天在国会表示，太平洋司令每天都在执行台湾关系法，有义务来保障台湾嘛，对不对？有义务来保障台湾。美国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管这个管辖领土，美国拥有什么管辖权，对不对？拥有管辖权。日本呢？台湾是。 日本已经建构完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部分，是不是？所以只是暂时不能治理，为什么？这是违和中华民国，违和不敢以法这个宪法第四条将台湾纳入它的版图。他们中华民国的版图里面有没有台湾？没有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敢纳入？还是一直在蒙骗我们？他不敢纳入的原因是什么？ 对呀，他心知肚明，他非常清楚，只是来骗骗你们呐，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大骗局，这边有没有？这是他们光复台湾的时候，这边是谁的国旗？美国国旗，对不对？你看美国国旗，在这边都是美国国旗，这边呢，光复台湾，他们的宴会里面都是挂悬挂美国国旗，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挂美国国旗？因为美国是占领。所以你们台湾人，我们本土台湾人还不清楚吗？
到尾啊，你看，这是咱早期支持的人，这什么人？蔡英文，对不对？光复，光什么复啊？对不对？都是安尼啦，做成当安尼个乌沙沙。讲到背时安尼啦，各大地都是国民党啦，对不对？所以这些论述非常不用心。其实他们知不知道？你嘛甘愿？对啊，当初你嘛是乖的，对不对？所以咱觉醒啊，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觉醒了，尤其哈，我们这称为高沙族啊，很多选举东西要拥抱的那些，我们要觉醒啊。中国最怕是高沙族，你敢不知？不是，是安那讲血缘而为的来架杠的本土台湾人。所以他最怕你们集结在一起，向世界宣告，一直想惊安尼尔。但是咱的脑，可以多少毒，哦，完全注入了咱们盲叔叔啊，啊，对不对？这一刻，这是什么？乔联版启动未来离开台湾，这个是谁啊？阿妈吃臭豆腐，啊，对不对？终究美国说了实话，我准翻名贵啊，这个这贵啊，准翻名贵，没理亏啊了，是不是？所以没有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登记，他现在是没有，他是属于中华民国民间组织。这个美国官网已经下架，刚才我们的这个会长有没有说，是不是下架了？对不对？所以呢？台湾要加油，美国将用直升机把他带走啊！美国将要把我带走了，所以你看，变个遐尼呢，遐尼老啊！你看伊的心情，一出来是面安尼高高高安尼卡，可以当迄条对不对？所以我想说，这个情形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问题里头，问题就是讲，咱爱了解间隔的问题，所以在福州这个。2012年6月，福州新闻美中安排 ROC 难民回归到哪里？回归到这里哦，好，回归到这里，我们看到平南岛的旧貌。平南岛是以前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很贫穷、贫困的地方。但是2006年黑当中开始，因就知影要去，伊本来要去伊个中国，他要回到中国，中国说 no。这一票的人我不要，阿东这一票都是有问题，没有关系，我去评价，都评价福建省要我这个平潭岛好因呐，阿公平潭岛好因，平潭岛页面积是咱一个新北市的两倍大，啊两倍大，所以这个地方经过马西龙也用咱的钱哦，建设高瓜你税你敢知？阿个平潭岛特区有税不？你看。可以容纳600万，啊，甚至吼，你是流亡政府，你是迄个中国难民，你当去遐报道，啊，他的福利有一点类似咱的台湾民政监护港款，啊，我来讲，这个你看，提坡这些以前的状况非常非常的漂亮，现在这个就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金门最近有人去过吗？有无？看好了，对外是大饭店嘛，啊，那里面是行政大楼，你知道意思吗？为什么金门需要遐尼大间？为什么？这个所以金门马祖跟平潭是他们的所在地啊，是不是？那这样的费用谁付啊？都是恁这工人啊，拢是恁的啊，恁这工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此。啊，要有一个看见，我们的儿孙，因为台湾民政府的关系，因为咱的努力的结果，因为有用心的结果。哎，今麦钱在你的 pocket 内底，你这嘴敢敢讲？你讲的是这都会流出来呢？伊都点点吗？是不是安尼？
所以，以基得利益者，阶段性，伊唔敢讲。所以，从此我们的儿孙不再有眼泪。早期，咱的子孙拢会好，无忙。起码少年人要娶，唔敢娶某，对不对？啊，小姐唔敢嫁尪，有没有这种状况？年轻的不敢，为什么？房价高涨啊。哦。 结婚唔敢生，为什么？养不起呀，22K 养得起吗？对不对？22K 养得起的举手？唔敢娶啦。虽然儿子生下来眼泪，脸的物质艰苦无望，这个是本土台湾人即卖囡仔就悲哀就可怜，啊，就给咱爱从位置开始看，所以今仔日啊，这种的无奈。 啊，这是无奈啊！我往里世间，煞煞去啊，唔通啊，恶作剧，无奈。到尾啊，啊，唔知当时我会当得到，我说唔忙，所受的对，我说唔忙。啊，今晚开始，拄啊好你来上课，上课了，有一个唔忙，会当整个改变台湾的问题，伊就开始，咱的子孙讲，阿爸、阿公，感谢你。 感谢你的努力，我比来读册拢免钱。到十八岁，我家己有一间厝，哦，我家己有一间厝。所以以前大学所读的分期付款、民政府执政了，一笔怎么样？盖瓜承受。啊，你欢喜无？有对不对？以后咱老人、老年人偌济？你敢知？相当相同于差不多30000-80000嘛。 安尼好唔好？好。安尼面政府安尼会使袂？袂歹啦，对不对？所以木怪囡仔开始笑啊！吼，偌好，你敢知？开始笑啊！啊，笑到尾啊！啊，忝的是臭，咱的鞋啊足臭，对不对？伊嘛是安尼伫遐困。老师请教你一下，负债累累，钱要倒位来？ 啊，那负债什么负债累累是？你本人负债累累还是个？现在政府目前的所谓中华民国，因负债高达10几兆、20几兆，还债务跟他解决？那是流氓政府，美国解决。那咱多少没有建立了，有些赔偿的，有无？签署赔偿可以吗？咱这边家，咱经过这种的过程了，是什么人所造成的？对啊，一定要负责啊，对不对？所以重建基金。 有没有？当然有啊！重建基金有捌用过无？毋捌，就是咱要开始要用，对不对？我你有一万，可以做比一万股比金嘛笑笑。我甲你讲，为什么？你烦恼啥？你即马执政啊！你越做官，你一个月三倍，迄个你。 伊就无甲你共款啦，伊嘛是马上几百，伊嘛是做官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嘛最起码伊嘛是爱有一个 ID 啊，申请 ID， 伊有偌济钱就变偌济钱就好啊嘛。伊老人年轻不需要烦恼嘛。咱台湾造成一个观光园区，我甲你讲非常好，尤其阮高雄，我甲你讲，以后我们的 know how 里面高雄偌水你敢知？迪拜算啥？对不对？ 俺高雄上水啦，啊，住高雄也超好卖。哇，现侪人哦，我甲你讲，高雄足水。好、哦，我高雄吼、哦，我甲你说个，经过咱的努力，我甲你讲，马上迪拜迄就是沦为第二啦。我会当大声安尼讲啦。啊、哦，咱有需要开支无？咱武器我们要买武器吗？咱是不是省啊？美国租咱的基地，是不是爱资金？ 租金是咱收的嘛，所以海外的老百姓现在工作不要，他靠什么？观光租金嘛，安尼就得过啊嘛，是不是安尼？价格所有的价格拢毁掉啊，为什么？咱免去饲迄种歹人嘛，价格毁掉，好无要紧，你是讲你落毛来变形，劈一个一礼拜，10天一摆，我甲伊讲落毛上惊疼啦，试看卖，扑一个麻。
第一次出这个无讲，袂晓讲嘛，底下产的比比错，老我甲伊讲变形，吼、哦，咱即马要抵制这种，要抵制迄个啥啊贩毒，吼、哦，5万块就解决啦。所以这样未来，咱整个啊民政府都是用心搞，所有未来台湾要来改革，拢是大家努力拍拼的。 所以你今仔日的做官，你都爱有用心，以努力来去研究来看，安尼来较会改变。你无安尼吼，敢那凭迄个感情无效啦，感情吼情感用事是非常可怕啦，对不对？所以你情感用事啊，即款朋友上好朋友来来关说啦，关说要安怎变形啦，对不对？以后你搞安怎军官的军事管理啊，是不是？军政时期啊。 是不是？因为台湾你若是无军事时期来管理，绝对无可能啦，对不对？伊来行路的，阮后头足大，恁后头啥物人叫来变形啦，对不对？吼，外迄个外有钱人，咱是4万啊，40万换一箍，对不对？伊是1250块，我一箍啦，到尾啊有钱啊，有钱人咱知影嘛，老大老几的，伊是1250块，50万换一箍，伊算两粒。 到尾啊，两粒鸡卵尔啦，对不对？公不公平？但你一种4万块啊，一箍啊，敢有爱？无爱嘛，台湾人敢有爱？不准啦！不是有准惊惊啦，迄个军政府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搞好美国，人较安心啦，吼。所以咱的囡仔变成安详无虑啊。所以这流氓政府这个恶毒的行为啊。 咱做一个子孙，甲因爸爸讲，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办不到，你们办得到吗？办得到吗？有信心吗？有。干什么呢？有没有信心？有。不要让你的家公，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办不到。反而说，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办得到，好不好？好。你有梦想。 你要好好保护他，因为幸福啊，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啊，你就得着一切。但是问题的交，这个时候你该冷静的时候，宫顶，我常常讲宫顶，宫顶你拿到这个旗的时候，会不会高兴？很高兴。但是之后呢，你的脚没力的，手也没力的，欢喜到安尼两脚。 问题就是你还要下来呀，对不对？你还要下来，更要警醒啊！所以这座山非常的陡，非常的高，而我只有不断的爬上去，不断的努力，因为已经快到了宫顶顶，不断的努力。可是，在这个过程，我伤痕累累，但是我知道另外一头有更美的事物等待我去。但你努力的时候，要将这流氓政府赶出去了。 我卡一行一行一行来厘清嘛，所以这是咱的恩望，所以咱看看证据来了。这是什么基德舰？是不是？咱伊讲伊家己自称为中华民国的中国海军啊、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海军，结果呢，顶管挂什么旗啊？美国旗，这是什么意思？你一个国家，你不是讲你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电管系？哈，这然后中华民国的国旗更加，这含义的什么？啊、哦，那咱这边家怎样哈？美国军政府 USA 新建的内府什么？美国军事在台指挥部啊，也在下，也在下秘书第五的讲嘛哈，所以咱爱记啊、哦，在哪里？ 这起多开戏嘛！哦，今嘛的变形袂歹啊！你看，你们可以去看，秘书长说不用去上网看，你要亲自到那边感受，感受来对，好、哦，这完成啊，被完成啊，在2012年啊，这个状况就要完成了，然后再来呢，行政院也是拜拜了，啊，那个新闻局啊，新闻局也是拜拜了，为什么？啊、哦，再来。 美国军机证明台湾的占领，他来去自如，不受
不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限制跟管制，好，飞到哪里，他不受流亡政府的指挥，自由的进出啊。哦，但三零一怎样哈？三零一未必讲，遐撤一些华裔的美侨来到这里，那进出关，有咱流亡政府有迄个流亡政府的官员吗？有对应有滴讲，哎，是不是我们派一个官员来跟你配合？ 美国讲no，所以讲他自行处理啊，对不对？这象征什么？这表示什么？对呀、啊，是不是安呢？咱各要个别决策，对不对？啊，从这个2010年的7月20号，国防部下令涂改什么？啊，教练，你话这教练拢无啊？你话，好、哦，是不是涂改啊？你话，叫有教练，叫无车轮不见了。 啊，另外车轮不见了，这是国防部下令涂改。国防部后面是谁？李登辉说什么？我是美国军事政府的什么？执行官是阿兵。所以呢，美国下令同等于，不，这国防部下令同等于美国国防部下令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拿掉了。你看，这拢无啊，这东西再在说明的证据嘛。然后再来。 这是什么？你有人讲你是我干嘛在座的哈？认为自己是本土台湾人举手。你不是啊？你是哪里人？啊，你好，你好，啊，是台湾人。我说我。 原住民人来，他告诉我的人，好，不管是什么，你承认你是本土台湾人举手，我看麦，你能证明吗？你能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吗？你能不能证明？啊？啊，父子，我来讲，你拢是黑人啦，你敢知影黑人？ 啊，家哈，你仔细看你的这个身份证的后角，这边有编号，你从来都不知道，那就是奴役啊，黑人是不是奴役？您拢是黑人，为台湾民政府上课之后才发觉，所以你去黑人话改讲，哎，这个是我们的密码，啊，这个我是分辨人，您拢是黑人，您拢是奴役，所以他不把你当成人看呐。 是不是安尼？所以我们要废除这些，我们要申请 ID， 对不对？本土台湾人都是爱我 ID， 绝对袂当用这种的物件，所以爱认同。所以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这个才是正确的，哈、哦，台湾政府身份证。所以讲，迄个警察有一天，我去迄个台东，经过迄个大武的时候，伊在位后边，啊，对对对，我是讲要去食饭，感觉奇怪，可能是要走。 我是不是要走？我是要去边啊，迄个遐食饭，伊嘛是对我后壁来。好，哎，对不起，你那个驾照，嗯，我就拿驾照给他，拿什么 ？ID 给他，然后呢，行政执照再拿给他。哎，他说你有没有中华民国身份证？我说对不起，我没有中华民国，我也不要中华民国身份证。啊，然后后来他就嗯，更换一下，然后我说你要查我的资料，很简单。 你看这个，他按这个，他按以后，他说：“哎，你是宜兰人。”我说：“对，这个身份证 ，ID 美国也可以用，日本也可以用。”其实他一打出来就找出我的身份证都出来了，里面背后都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好用？高步要工，你知道美军政府吗？他说没有听过。那猴牌，你去看 USNG 是什么？这个。 就是美军政府加购下的台湾民政府，我说你要上课，哦，他说哦，安尼笑笑，哦哦，安尼笑笑，所以你吼无偌久就变换，你即马吼，你若是无用心，我到时我甲你捏掉，你嘛嘿嘿嘿，足济即马是安尼，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事，不要跟他对撞，吼、哦，处理这个这申请下来，这个是谁核发的？美军什么？ USNG 核发的，合法的依据。 啊，核发出来的
为什么这边有证据？这边有没有合法的在这里？啊、哦，所以呢，我们必须拥有这个，我们才能够不要在那边啊，嗯，含着眼泪，痴痴的等待奇迹啊！啊、呃，红台湾人唔通过安尼啦，啊，行出来啦，对不对？你在含着眼泪，痴痴等待奇迹是 no 不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啊、哦，不可能。我们要解决目前台湾环境的困境，我们要怎么样？ 我有申办台湾人的身份证，这表示一切就怎么样 ？OK， 对不对？所以现在开始还没有申请，马上就要申请，啊、哦，申请了哈，还没下发而已，还没下来而已嘛，对不对？哦，安尼好，安尼巧，所以欢迎我们加入法理的列车，法理列车哈，在台湾民政府的列车，第几啊？你看，啊、哦，有高沙委员会。 啊、有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这样子，完整的一个列车，经过努力，我讲从到头一支开始，比比错，来到家，咱有享受糖啊，有桌啊，糖啊坐，也够有小弟糖啊啉，也够有咖啡，以前拢无，到即马变成一个完整的列车，完整的列车，对，所以爱感恩，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啊，努力，然后呢，这些努力了。 没有法理论述，当成为我们的轨道，根本当行，无法度嘛。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认识、了解之后，成立了这一个列车。但是法理是我们的轨迹呀、啊，法理成为我们的轨迹，我们就不偏不倚，要完成什么任务？将什么这 ROC 赶出去，对不对？赶出去，所以呢，未来的机会都掌握在你我的手里。嗯。 还咪是伊个管理啊？伊即马是撤除伊个洛克，是毋是？他是一个叫做哎，啰啥？恐怖分子。伊处理了无 local 无迄落，就是同等于种恐怖分子，然后就被打下来了。他怎么可以移走呢？无可能嘛。所以美国拢会处理这代志，免惊吓。哎，迄是美国被做咱个卫兵呐、啊，对吧？来管理咱，对。 南京啊，医药笑脸面这边嘛，哪里不好？阿妹主公，那么好，安尼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状况，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我们必须知道脱离政治的涟漪，不在那边捡垃圾，不在那边揪干那看妹夫，啊，我不想揪干那看妹夫，不再有那个时间了。我们好好脱离，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 啊、老人年轻，18岁就已经房子，生的孩子不用担忧，从小念到博士，拢免钱，甚至讲水用水免钱，电免钱，你敢会怀疑是为得来？敢他租金的好啊，敢美军敢他租咱的地的好啊，迄钱都贵啊，贵啊刁啊啦，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减轻生活，好好去做我们想做的事。 这就是一个台湾的未来，爱努力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然后营造生活的休闲环境，啊、休闲环境，然后呢，怎么样？我们才完成这项任务，快速的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现在开始要启动你们的这引进啊，啊，啊，够存七百，七百爱克定呐，听不听？新人诶，早期人拢招恁来，伊即马变成伊的人脉都 over， 都是爱靠恁啊。起码咱不努力付出嘛，起码咱不努力，我甲你讲，这时间 delay 尔啦。你办一个月，你就可怜一个月啦。你若是进一个月，你马上执政，唔是上好吗？马上解决所有台湾的问题嘛。你都爱靠恁一句，你都爱努力，免去太多太侪怀疑。你要好好努力去思考。哦，亲像阮这帅哥，啊、哦，单一当了较一摆，哦，是不是你啊？有啦，这个人正站起来给人家看一下。 阿姨老公，鼓励一下，舒克一当啦，对不对？好加才一几排啊，对不对？你这边每当超过一个月，绝对爱努力将恁的楼上楼下全部拢挂过来，会了解你的管理、你的子孙未来，就是爱靠这边尔，干那一条路尔，独独一条路尔，其他无路啦。所以我们要快速把它完成，好不好？完成是签名，申请我们的 ID 啊、申请 ID 哈、哦，啊，对不起。
所以呢，因为也时间差不多了哈，时间到，所以因此呢，我们彼此勉励 ，I know that go papia we do Taiwan， 好不？大家大家 know that 这里哈，来啦，拍拼，将这七百的短短时间，全部拢挂起来来上课，安尼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谢谢。 各位同学下课休息，然后楼下餐厅可以用餐，谢谢。